这种事情很难想象。啊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社保处好比是研究生博士班的，方便处呢好比是大学生，同居处呢好比是中学生。现在三个人在一起上课，同在一个教室里头，这就平等了。一届十三，三届十一，程度确实不一样，但是真在一起，这个比喻好懂啊！啊，佛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不可思议。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力各得解。啊，老师在上面讲课，研究生听的是他的课程，他听得很欢喜；大学生听的，哎，也是我的课程；小学生听也听懂，他是给我讲的，是我的课程。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反复做不到。啊，佛能做到。啊，这个是自信里头，万德万能，不可思议。